肖战新剧《藏海戏林》近日宣布女主角确定为孙怡莹，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新剧，该剧的主演阵容一直备受关注，而孙怡作为女主角的加入无疑为剧集增添了一抹亮色。孙怡是中国内地的一位实力派演员，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多部优秀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她曾在《延禧攻略》中饰演富察皇后一角，这个角色的成功演绎让她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。此外，她还在《都挺好》《白夜追凶》等剧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，深受观众喜爱。肖战作为男主角的加入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，他以出演《陈情令》中魏无羡一角而走红，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深情的演绎，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。肖战在剧中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，并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肯定。《藏海戏林》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剧集，讲述了一个关于宝藏和爱情的故事，剧中的角色设定和剧情发展备受期待，而孙怡和肖战的加入无疑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的看点。网友们对于孙怡出演女主角的消息褒贬不一，一部分网友对她的演技和形象表示肯定，认为她能够很好的演绎角色，为剧集注入新的活力。另一部分网友则对她的选角表示担忧，认为她的形象与剧中角色有所差距。然而，无论是支持还是质疑，这些讨论都充分展现了网友们对于该剧的高度关注和期待。总的来说，肖战新剧《藏海戏林》女主确定为孙怡的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孙怡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的加入，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的看点。无论是对于孙怡的支持还是质疑，这些讨论都彰显了观众们对于该剧的关注和期待。随着剧集的播出，我们期待看到孙怡和肖战的精彩表演以及剧情的精彩发展。